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众尊，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众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众尊，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58页倒数第三行，从注解看起，有首楞严经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云：今此经于此界，是念佛人归于净土，故进修皆要人，大势至菩萨现居此界，作大利要，于念佛众生摄取不舍，令离三途，得无上力。楞严经上25圆通是世尊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也算是作证传，那说明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方法太多了，没有限制的，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无上道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给我们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真的，无论什么法门，都能成无上道。关键呢，在人，个人呢，根性不相同，能不能摄心？懂得摄心这个方法，无论用哪个方法都行。前面我们向诸位报告过，六祖慧能大师用的方法是破柴冲米，
三昧大彻大悟，大乘经教里的佛常讲，利一切相，即一切法，说得好啊！啊，问题你能不能立相？经教里头为我们说过多次，不是一次两次。放下执着，就证阿罗汉果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只要你能把执着放下，放下分别呢，你就证菩萨。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慧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破柴成米，他修道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没有别的，清净平等觉现前，那就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我们在《坛经》里面细心去观察，通通能看到。啊，他的清净平等觉。由清净平等觉就开悟了，五祖给他证明，是让他听经看经啊，大概讲到五分之一。啊，讲到因无所住而生起心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给五祖提出报告，他的报告只有五句，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何其自信。本不生灭，本是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，啊，就毕业了。这五祖一听，行了，经就不要讲了，衣钵给他。啊，他就是禅宗第六代祖。五祖这五句话了，就是毕业论文了。这个毕业是成佛 啊！你要问他修什么？冲迷破柴八个月，啊，秘诀在哪里？冲迷破柴。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啊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成佛了，就是法身大师，所以法门无量无边的，冲迷破柴也能成无上道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开悟是禅定，在禅定当中，
啊，见到明星，夜读明星，晚上豁然开悟，不定什么缘分呢、啊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冲迷破柴就是禅定，他用这个功夫来修禅定。禅定不是面壁，盘腿面壁，那是最初学的，是刚开始的，慧能没有修过这。那能大师是在对方冲迷破禅破柴的禅定的，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来佛寺的老和尚，啊，海鲜老和尚，他种地，跟慧能大师很类似，啊，每一天干这个粗活，啊，那是什么？修禅定。用的功是一句佛号，啊，这一句佛号是上上禅，知道的人不多，有些人知道不肯干。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，把心定在阿弥陀佛佛号上，那能大师是把心定在不起心不动念上，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啊，因为只有定在不起心不动念，叫立事练心的，没有离开事，从事上见到心的，性是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啊，老和尚这个成就高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上上品往生。啊，上上品是生十宝庄严土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大势至观世音跟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有特别的缘分啊，这两位大菩萨在这个娑婆世界住的时间很久，在这边修行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所以娑婆等于是他的老家，缘分特别深啊，对这个地方众生也非常关心啊。经上讲他们来干什么的？
帮助阿弥陀佛戒淫念佛人回归净土啊！啊，故精修皆要云，精修皆要是夏莲居老居士的做的，那是修净土的方法。这里都说大势至菩萨视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做大利要啊，利是利益，要是喜欢爱好，啊，与念佛众生摄取不是，另立三途得无上力了。啊，无上力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这个法门完全要感恩阿弥陀佛，啊，有《弥陀经》里都说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经受持者，啊，听到《阿弥陀经》，无量寿经叫大阿弥陀经。啊，将阿弥陀经细数，这就是无量寿经。善根深厚的人，看到阿弥陀经，他就相信，他就向往，他真心真愿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中下的根，虽然听了这个经，读了这个经，求生的愿发不出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说的详细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啊，听了之后自自然然就会发现了。啊，那么借闻诸佛名者，这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诸佛名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诸佛名，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这个利益了无量无边的。有念佛之人，有四摄离光明诸身，魔不能犯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。啊，佛的加持是平等的。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？啊，真心。真愿就接受了，如果我们接受了，但是还有疑惑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如果你业障习气很重，魔还是能侵犯你。
啊，你能够勇猛精进，心无杂念，魔就不能侵犯你。啊，魔从妄想生的，从杂念生的，所以念佛人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魔就不能侵犯你了。那他由上可见，念佛之人有阿弥陀佛派遣的25位菩萨，于一切时一切处拥护加持。啊，真正法院虽然还没去，弥陀就照顾了，又有大势至菩萨这些人威德摄受，啊，佛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故得云离磨难，安稳修持，仗他力故，化险为夷，成为一心道。啊，经上这些话，名词、术语、典故，啊，甚深的意趣，参考资料里面都有。啊，参考资料印出来了，我们也广大的结缘学习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这本参考资料就方便多了，啊，免得自己去查字典、词典，啊，查参考资料。通通都把它揭露出来了，我们学习方便多了。念牢后面这几句话，故得远离磨难，安稳修持，仗他力故，化险为夷。这几句话说得好。啊，真正是一心道啊。或者有人以谈他力为着想，啊，学教的人，学禅的人，啊，认为这是着相。念老告诉我们，应知他力了，也是自信。这个解释是真的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从哪来的？是我们自性变现出来的，离开自性没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所以净宗讲，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。阿弥陀佛是自性变的。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变的，自他是一不是二，自他宛然。从事上看，好。
好像自他是对立的。从自性上看呢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后面说，因他立而显自性。我们凡夫没见性呢，啊，弥陀是我们自性变现的，弥陀四十八愿的加持，显出自性的能量，从有念一入无念，正是本法深妙处。本法是持名念佛的方法，啊，有念着相，啊，但是从有念念到无念呢，把起心动念念掉了，佛号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叫理持。得理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等的阶级，啊，是一不是二，啊，宗门叫明心见性，净土叫理一心不乱，教下叫大开圆解，名词不一样，啊，境界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真正明白了，觉悟了，通达了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法法皆是啊。无念是佛法，有念也是佛法。有念无念是一，如不二法门。是故弥陀要解云：“此之法门，全在了他即此。”了是明了。啊，净宗这个法门完全在明了。阿弥陀佛就是自己，是自己自性变的，我们这个身也是自性变的，啊，再看看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通通都是这个自性变的，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力无为也然。这什么意思？整个宇宙变法界跟我什么关系？一体。这是佛法讲的伦理，中国伦理讲五种关系，这佛法搞明白，五种是一体，若慧眼他佛，这是他见未忘啊，你还有分别了，若偏重自佛了，这是执着，
那却成我见颠倒。啊，那要怎么样？放下吧。这全是假的嘛，假名啊，连老子都说，名可名，非常名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这中国人说的。啊，佛法没传到中国之前，老子讲过，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啊，这是佛境界。啊，所以佛在哪里？放下即是。啊，学佛要能契入境界。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告诉我们，秘诀就是在不着相。啊，我们听经不着言说相，不着名字相，佛教里所有这些名词术语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不着心缘相，不能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不能说，为什么？它没有意思。这很难懂啊！跟你说真话了，说假话你懂，说真话你不懂。啊，所以学经教有秘诀，只管去念，不想他的意思。啊，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，啊，经念熟了，念一遍大概40分钟。2个小时可以念3遍，啊，所以一天念个10遍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不念经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，念经是修定。你要是起心动念，这一句什么意思？那就是那定没有了，慧也没有了。啊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用世间的方法。把佛经当作一种知识来对待。这就完全错了。念的时候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恭恭敬敬去念，不着文字相，文字只要念得不错，没念错，没有念颠倒，没有念漏掉就行。但不能着文字相，不能着名词术语的相，啊，不着文字相，不着名字相，啊，名词术语，不着心缘相，就是一味念下去，
就会得定。啊，这个定，念佛三昧。得定之后，依旧这样念下去，不要改方法。啊，让你的定加深，深到一定的程度，豁然大悟，就开悟了。开悟之后，这经里面意思全知道了，完全通达明了。这是佛教教学的方法，教学的秘诀。啊，是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要把自见念出来，自见就是自己没有老师教，不需要别人讲解，全通了。要不要老师？不需要。啊，真正有这种缘分，自己找一个清净环境，选择一本经书，用这种方法，平其外缘，真诚恭敬，你念他个十年，肯定开悟啊。古人能开悟，现在人一样也能开悟，还可能比古人快一点。为什么？古人障缘少，现在障缘多，你都能定得下来，你比古人就强。古人多少人生在现前这个时代不能成就，为什么？环境干扰他。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能成就，功力比古人就高，方法重要啊。啊，一定要懂得其而不是，真干。啊，读经是修念佛三昧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是求生净土。啊，是提升品位，这是真的，其他事都是假的，要真干的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暗合道妙，巧如无声。无念，无声，原非凡夫之所能。啊，凡夫怎么会没有念头呢？没有念头就成佛了。啊，下面说原教八地菩萨，立一切心意识分别，实名真得无生法忍。无生什么人真得？八地菩萨。啊，这八地是原教啊。华严法华是原教，
啊，立一切心意识分别，心第六意识，不用了。一什么那是第七识，意识的分别，莫那的执着，阿赖耶的落谢种子，这三个都不用了。这是什么境界？无生法忍。人是承认，是同意，是认可。啊，认可什么事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法不生不灭。一切法本来不生，哪里会有灭？我们现在看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，八地菩萨看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不是我们的境界，我们听不懂这个话了啊！真的不生不灭啊！我们到现在搞了六十多年了，才有这么一点点概念啊，不生不灭的概念。有多少人搞了一辈子，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概念没有办法，他想不通。为什么不能想？一想就坏了。不能想也不懂，对的，你没有入这个境界啊，你没有到八地菩萨这功夫啊，这八地是禅定啊，不是小定的，大定啊，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，那我们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概念？我们是看科学报告，科学家发现的，近代有一些科学家专门在研究物质，物质是什么？啊，物质。用的方法跟佛所说的完全相同，就是把物质分开，看看到底是什么。那佛经上把最小的物质称为尘，微尘，这最小的物质，微尘还可以分啊，佛经上讲的七分之一这么分法，从
什么样的未成开始呢？从牛毛成。啊，牛毛比较粗，尖端上，啊，用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微尘，啊，好像是粘在那里，它有吸力嘛，啊，它不会掉下来，有一粒尘，把这个尘分成七分。七分之一呢，羊毛尘，羊毛细了。羊毛尘再分为七分，七分之一叫兔毛尘，啊，兔毛更细了。兔毛尘分成七分之一，叫水尘，那是我们肉眼看不到了，啊，放在水里头。水有空隙，这现在我们都知道，在显微镜上观察，啊，水有空隙，这一粒微尘在水里面空隙里走来走去没障碍。水一尘再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金尘，金是金属，金银铜铁，这个密度比较大，比水大。还是有空隙，这一粒尘很轻易通过，没障碍。啊，这么小的物质现象。啊，金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，佛经上叫微尘。啊，那么这个东西还能分。再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一叫色聚即位，大概就现在所讲的基本粒子。啊，它还能分。啊，再分成七分之一叫极微之位。这再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，物质现象不见了，啊，就空了，所以它也叫灵虚尘，它跟虚空是隔壁，啊，再一分就是虚空，这个东西被科学家找到了，最近这八十年。发现原子，八十年前发现原子，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单位，不能再分。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，居然把原子打破了，打破看看是什么。看到原子核，看到电子，看到中子，哦，原来原子是这些东西组合的，不是单纯的。那么把这些东西个个再打破，啊，原子核打破，电子打破，中子打破。啊，发现粒子，很多种不同的粒子，啊，科学称为基本粒子。这个粒子依旧还能分，啊，分出来发现的，科学叫夸克，有几十种之多。这个东西再分，啊，发现了微中子，就是佛经上讲的
即为智慧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再一分呢，没有了，空了。空了，发现什么现象呢？念头波动的现象。这个发现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！所以科学家得的结论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幻象啊，跟佛家讲的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佛法讲的色讲的相就是物质现象。最小的物质现象是物质的基础，它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那所以佛经上有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境是物质环境，是随着人念头在转。佛经上这些话几千年来没有人讲得清楚，没有人讲得明白，纵然讲清楚讲明白，没人相信啊。今天的科学家用最新的仪器观察证明了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科学家很感慨地说，近代400年科学的发展产生严重的错误，这个错误就是二分法啊。科学家把这个宇宙之间的现象分成两分，物理跟心理，这二分错误的啊。从现在的发现知道，心理跟物理不能分割，它是一不是二啊，分开来产生许许多多错误的概念，做错了很多事情。所以科学带给我们不是圆满的幸福，负面的作用比正面更大啊。这就是二分法错误所形成的。科学家现在佩服佛法了啊！他们最近才发现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啊，到现在才证明佛讲的是真的。佛怎么知道的？佛不需要科学仪器，是从禅定当中看到的，看到了事实真相。这不是假的。经上讲啊，八地以上啊，大乘经常说啊，八地以上的菩萨
都看清楚，都看明白了。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法的功夫是禅定。啊，佛家禅定分为52个阶级，由浅到深，52个阶级，52位菩萨，一个比一个深。啊，最浅的是初心位的菩萨。通过摄性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，50个位次。啊，摄地里面的8地，啊，摄地里头第8地、第9地、第10地。往上面去，等觉、妙觉，妙觉就是圆满的佛了。52个位次到顶了。佛告诉我们，不是他一个人看见，8地以上的人都看见了，这不是假的，这个能力不是他一个人专有的。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有。啊，这个能力失掉了，为什么失掉了？你的念头太多了，你的念头太杂了。啊，一天到晚，很多的妄想，很多的杂念，把你的能力失掉了。只要把妄想分别之处放下，自信本定。你看慧能大师第4句讲的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说明真心是不动的。我们现在心在动，心脏在跳，不跳就死了。是不是真的死了？不是，不跳就成佛了。那不跳是回归自性本定啊，真成佛了。成佛这个肉身不要了，这个肉身是生灭身的，阿赖耶变的。阿赖耶的相分呢、啊？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呢、啊，全是假的。啊，科学发现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脱离这个假象，真的他没见到。啊，他不过是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物质他搞清楚了。啊，心理现象他没搞清楚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第一个业相，第二个转向，第三个境界相。境界相是物质，就搞清楚了。啊，念头被发现了，但是念头是什么不知道。佛经上讲得清楚啊，啊，念头是从业相变现出来的，啊，业相，科学讲的讲能量，也许就是讲能量，啊，还没搞清楚。大乘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。啊，最高的科学在大乘经里头。
啊，所以八地菩萨，你看，立一切心意识，心意识阿赖耶的三细想，啊，不用这个东西了，真心就现起，啊，所以实名真得无生法忍，这不是假的，他真得到。啊，可见呢，此乃圣者之所难。圣者是地上菩萨到八地才看到啊，七地以前还不行啊。啊，如来宣旨，末代罪诸众生。释迦牟尼佛距离我们，以中国古来祖师大德的记载，佛灭度到今年3041年啊，外国人讲的是2500多年。我们知道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历史，对于年代考察用力很多啊，中国人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相信啊，但是外国是这个说法了，我们也随缘。这个事情并不重要，重要是开悟啊，重要是其义自见，这个重要。要想开悟，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。戒是规矩，你要守规矩，这个规矩你要相信啊，什么规矩呢？大规矩啊！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你相不相信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要守这个规矩啊，决定不能学太多。学太多，你分心，你的力量不能集中，只可以学一样。不能学很多样啊，这一样什么？这一样是经我教人把无量寿经念3000遍是经，我又叫人把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看30遍，先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看30遍，为什么？你的信心坚定了，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你有真心有切愿啊，有真心有切愿，不再有丝毫怀疑了，这个注解不要看，你去念经就行了啊，专门念这个经就是修念佛三昧，一天念20遍。我相信你念到半年，一遍大概半个小时，20遍10个小时，
这里面是修定，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，剩下的时间念阿弥陀佛，佛号不中断啊，三千遍念下去之后，不定什么时候大彻大悟，经里的意思全通了啊，那个时候来讲这个经就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，才真正把这个经讲透啊，让听众个个欢喜啊，个个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不这么干不行啊。啊，应接得定啊，应这个方法你得三昧了，因定开慧啊，定成就之后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当然是上上品往生啊，这是暗合道妙，巧如无声呐！啊，古人相信，遵守这个方法，开悟的人不少。啊，纵然不开悟，你去用这个方法实验，你这一生不开悟，往生极乐世界是肯定的。为什么？你一向专念吗？符合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发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，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决定往生我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，至于海庆法师跟海贤的母亲资料太少了，我们不敢判断啊，就海贤老和尚这一份资料我看了之后啊，我认为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他只是不说，为什么不说？语言不相同，他要是生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他讲经说法不亚于释迦牟尼佛，他要生在盛唐时代啊，慧能大师那个时代，他会跟慧能大师一样弘法立身，做一代祖师啊，但是生在我们这个时代不行啊，生在这个时代他这个表演就对了，完全正确啊，他老人家这个做法没有人不欢喜啊，你看不要名不要利啊，财色名利
是为这个时代的众生疯狂地在追求，你不要啊，你要的他们不要，他不要的你不要，没有利害冲突啊，没有利害冲突就能和平相处啊，你老实念佛，老实跟踪，将来往生一帆风顺，往生做出往生的样子给大家看啊，年岁大100多岁，身体好，跟年轻人一样，这个让人羡慕啊。啊，别人念财你不是啊，拿什么不是？拿他劳动力来不是。你看耕种100多亩地啊，所收的粮食蔬菜水果大丰收啊，他吃不了啊，他又不会拿去卖，按照供养贫穷的人需要的人，他供养啊，受惠呀，成千上万人呢啊，接受老和尚的供养啊，这个就在表布施波罗蜜，持戒波罗蜜，忍辱波罗蜜，精进波罗蜜，禅定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，他在表法，菩萨六波罗蜜全做到了啊！所以你细心看这个光碟，这个光碟百看不厌啊！你要是每天，我像我告诉你方法，一天看3遍，看1年，1000遍，你会开悟啊，不能大彻大悟，也有小悟有大悟，你会明白很多道理啊。我们再接着往下看，可见呢，此乃圣者之所难，安能弃之于居夫凡夫？夫是烦恼的代名词，凡夫烦恼重啊，啊，不可能做到无念无生。是以善导大师四帖所云。坚持关门等关经这个注解，善导大师做的，叫四帖书啊，这个里头有16观，直方而立相啊，住行而取进啊，总不明无相立念啊，净土宗不谈立相，不谈无相，不谈立念，而且什么呢？指方指定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立相有极乐世界，有西方三圣啊，叫你把心住在佛号上。这叫住心取境啊，其他的是心里面什么都不能有，有就错了。哎，净宗法门心里准许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之外的不能有，这就好办多了，容易太多了。
啊，我们把心里头念头杂念通通清除掉，只把阿弥陀佛放进来。啊，二六十中就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不需要搞无相，不需要理念，这是如来玄知，预先知道末法罪诸凡夫造的罪业多啊，染污严重啊，诸是染污啊，立相住心尚不能得，立相住心随顺众生你都做不到，你都不肯干，何况立相而求是者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要立相，阿罗汉要断见思烦恼，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以不要断见思烦恼，容易太多，真正是一心道啊！是无数通人居空立世，这是用一个比喻，办不到的啊！你们有神通，你怎么能够在空中建筑？啊，空中建一个房屋，谁能做得到？小乘阿那含以上，阿那含有神足通啊，像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一样，孙悟空不能跟他比，孙悟空只有七十二变啊，阿那含可不止。世间无通他都具足，只有漏尽通他没有，证得漏尽通就成阿罗汉了，四果罗汉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此方便门直方立相，摄心专注，即此妄心，持佛名号，念业佛名，幻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，念得纯熟，乃妄能所，心无所住，佛号分明，便其无住身心之妙地。无住身心，《金刚经》上的六祖慧能大师在这一句下开悟的啊，无祖听六祖的报告，听完之后，衣钵就传给他。啊，他就是第六代祖了。这个呢，这不是容易事情啊。可是念佛念得纯熟，到能所
这个念头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心无所住，佛号清清楚楚。心在哪里？遍法界虚空界。入《金刚经》的境界了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说的详细，盖以众生妄心。众生妄心是我们先前的样子而。啊，念念相续。前念灭，后念生，如急流水，从未暂息。啊，我们每天念头多少，自己不知道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这个也不能不知道。不知道就迷惑，知道是觉悟。这个觉悟帮助我们放下情执，所以有好处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讲一念，一念多长的时间？弥勒菩萨说，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呢？有32亿8000年，这一弹指100个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，320兆，这一弹指。那现在我们科学是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有人说可以弹7次，啊，我弹不到，啊，我弹不到7次，那我大概最快能弹到5次。啊，就算乘5吧，1600兆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生灭，就在你眼前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无法发现，它太快了。啊，那么这个现象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，啊，现在量子的仪器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他能捕捉到。啊，那么弥勒菩萨这个说法的时候，大概是1600兆分之1秒，比现在科学还多一点。这整个宇宙在这个频率下出现的，如果这个念头一断，宇宙就没有了。宇宙不是大爆炸发生的，是从我们念头变现出来的。念头是宇宙的主宰啊！啊，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句话，肯定这一句话，相信佛说的是真的，我们的身体自己就能照顾了。为什么呢？用最好的念头，什么病痛都没有了。
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，112岁，体力跟年轻人一样，他每天种地呀，爬树上树啊，啊，看到寺庙旁边有一棵大树，树枝树压了，垂下来了，人走路不方便，他拿着锯子到树上去修剪。112岁的人，啊，带着斧头，带着锯子去修剪，啊，信徒到他庙里去看他，好有他好高兴。庙前门口有一棵柿子树，啊，借了很多柿，爬上去折柿子，啊，折了一箩筐拿下来分给大家。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身体？没有别的，他心里头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身体是物质环境，境随心转嘛。那我们身体跟他不能比，这就是我们还有妄念，还有妄想，有杂念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念佛把妄想杂念念掉了。这个老和尚一天到晚24小时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身体健康。啊，阿弥陀佛是最亲近的，是最善的，是最殊胜的。为什么不念？身体好，念佛身体就好。啊，有一个张先生向他请教，你怎么样保养身体的？他就告诉，直接念佛。说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直接是修身，身不会有毛病，念佛心没有毛病。啊，身心健康，100多岁很自在。他的身体，我相信是阿弥陀佛加持的。啊，他也未必有这么长的寿命。啊，佛力一加持，自然就延长了。修行人延长寿命太多了。啊，你们看《了凡四训》。世间人每一天忏悔业障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。啊，他的寿命原本寿命只有53岁，他74岁走的，延寿21年。延长了。唐朝时候有一位高僧，印度人，菩提留支，学佛的很多人都知道他。啊，他翻译经典，翻译很多，大概在佛教历史当中，出家人寿命是最高寿的，150多岁走的。
每个人的语言不相同啊。无非是表法给大家看，啊，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不是假的。那么你有求，没有感应，是你用心不善。那就求不到了。如果心地清净善良，没有不感应的，求财得财呀，求聪明智慧得聪明智慧，求功名得功名，求富贵得富贵，没有一样求不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，你把那个心一转正，都现前。啊，人的心要善良，常常想念苦难众生，住在世间干什么？为他们服务，为他们谋幸福啊！这样的人，佛菩萨加持你，鬼神也拥护你。你的心是真心，清净心；你的愿是真实愿。是为利益众生，为正法救助啊，自自然然得到佛力加持。海贤老和尚如是啊，佛菩萨把护持正法这个使命交给他。啊，他真做到了，一生没有为自己，啊，为我们表法，表三规五戒的法，表十善的法，表六度的法。啊，在几十年生活当中，啊，工作当中，待人接物，处处都看到，那是一尊菩萨。在为大家了，苦难年头里面，还能过得幸福。过得圆满，啊，他做出最好的榜样，那么我们的念头，这是根本问题，就是妄想杂念太多，从没沾习，
今若勉强安哪，初念虽得稍息，细念从未沾止。啊，这个细念，我刚才讲弥勒菩萨所说的细念，阿赖耶的细念，行人倘若错人，便云相应，这大错特错啊！我们往念少了，有了几分清净，有了一点小智慧了。如果说这就是相应，错了，距离佛法的标准还非常非常的远。可见的制造六道轮回容易啊，让六道轮回停止可不容易。啊，这就要靠阿弥陀佛了。下面是大悲慈父，这阿弥陀佛兴起无缘大慈，啊，垂慈垂慈奇妙方便法门，这就是说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。这个慈悲没有起心动念，叫无缘之慈，完全从真心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啊，这就是幸运之名往生净土的法门啊，直方立相啊，指定西方，树立形象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，让我们摄心专注啊，把心收一收，收在一处，专想阿弥陀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一心祈求极乐世界，这就对了啊！就用这个妄心持佛名号啊，念一佛名唤出百千万亿妄想杂念，只要把念佛的作用说出来了。为什么要念佛？不念佛的时候，你有无量无数的妄想杂念，这个妄想杂念就是六道轮回的因。有这么多妄想杂念，你在制造六道轮回，所以六道轮回它永远存在，它不会消失。什么原因？你天天在制造。啊，现在叫你把念头转过来，专念阿弥陀佛。念阿弥陀佛是造极乐世界。
啊，妄想杂念是造六道轮回。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一心专注成就的，我们今天也一心专注跟阿弥陀佛相应，就能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道理要懂，你就肯念佛了，就真念佛了。本来不肯放下，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应该要放下啊！放下什么？放下轮回，不再搞轮回了啊！这一句佛号就学海贤老和尚，他做了92年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叫我们看清楚看明白，学他这个样子就行了。非常简单，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他一生没念过经，也没有念过咒，就一句阿弥陀佛圆满成就。男女老少，闲鱼不消，各行各业通通没有障碍啊！只要你肯干，你这一生就能往生不退诸佛。啊，那念得成熟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能所就没有了，还有能有所起心动念了啊！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佛号分明啊！这句佛号自自然然升起的，不是从意识里升起的，意识升起是有分别之处，这从哪里升起？从自信升起的，从真心升起的啊！不起心不动念，真心，真心里面升起的佛号叫万合道妙啊！你没有修禅定的功夫，禅定最上乘的功夫在你身上出现，便其《金刚般若经》上所说的无住生心之妙谛啊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什么意思？明白地告诉我们，慧能大师在这一句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我们念佛人可以到这个境界。啊，什么时候到呢？念得成熟，能所性没有了，能所是分别之处。啊，心无所住，就是真心现前。啊，佛号清清楚楚，这个佛号是从无住生心生出来的，暗合道妙。跟84000法门成佛之道相应的，人家历尽千辛万苦，用无量劫的时间才能证得八地。你在一生当中没有多久的时间，一句佛号念得成熟，万缘放下，你跟那些大菩萨
境界相同啊。啊，慧能大师在《金刚经》这一句开悟，你也到这个境界了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：持名念佛，若有得空，我们下手。是有心有念，也就是说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啊，心里头专想西方极乐世界，专想阿弥陀佛，想生到极乐世界，想亲近阿弥陀佛啊，可是没想到这一句佛号念到纯熟的时候啊，居然跟大乘经上佛说的境界完全相应了。啊，得空，有是假有，空是真空。啊，空是什么？自性。自性非物质，非精神，也非自然，所以叫做做空。有是这一句佛号，幸愿持名是有，得空是见性，明心见性，所以前通佛智啊，暗合道妙啊！啊，没有学经教，没有学参禅，但是他得的境界，跟教下，跟禅宗。最高的境界完全相同，啊，巧入无念，无念就成佛了，即凡成神，志在妙用，不可思议。啊，脚下像贤手清凉，大彻大悟，大开圆解，啊，宗门像慧苦，像慧能，啊，这些祖师大德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，啊，净宗的学人就这一句佛号，啊，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，大家千万不要忘记，一句佛号换除百千万亿妄想杂念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念，就念这句佛号，把妄想念掉了，没有了，
把杂念念掉了，这叫念的纯熟，这就是功夫的前身啊。功夫到这种境界，往生西方净土，上辈上生，啊，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圆教地上菩萨。太快了，地位太高了，所以很多人不敢相信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这是事实真相。佛没有妄语，佛不欺骗众生。啊，我们入这个境界，自己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妄想杂念没有了，分别执着没有了，但是样样清楚，样样分明，一点都不会错乱。像海贤和尚一样，应该说的说，不应该说的不说，不让人有疑惑，不让人期望你。老和尚常常跟大家说，大家心里都是妄念，都是妄想，不说，就是一句佛号教给你，高明到极处。那你问我什么？没有。你再问我说，你要的那种都在佛号里头啊，一句佛号，一切诸佛菩萨名号都在其中，不必念其他，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一切经教，一切法门，同在这一句佛号里头啊，念这句佛，通通得到了啊，全宇宙一切诸佛的经法都在其中，到极乐世界全会了啊，不是欺骗人啊，确实暗合道妙。来佛寺的这三位菩萨，我相信都达到这个境界，就是无住身心这个境界啊，他们都得到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